知道，看着是像是摇下摇的吧，这应该运转的了。还有，里面都烂透了都。然后还有脖子这一块儿。脖子整个可能都烂透了。明天上午给我说完了，上午医院就给我打电话了，说肖亮，我说要不要等咱那个就要给他做这个清场手术，等我们来到我们。他这个清场比王子的那个清场大多了。那他可是他这个严重。嗯。你是谁整的呀？长得又挺好看的。不负前任的。不负责任的。不负责任的前主任，你是。进来，嘿，害怕，干啥又不认识了啊？不是啊，张鑫吧，啊，不是，阿少吧，嗯，阿少吧，阿少吧。这女朋友怎么说？这样的事情又发生在咱们学生的头上。就阿峰出去怎么拿起了这一块功夫，就满身伤，一身的多处伤痛，多侧的后腿的内外侧，内侧腐烂，整个脖子有可能都要烂掉。嗯，今天啊，医生以后可能要给他做这个清创手术。要需要打麻醉，全身上下大部分都是腐肉了。现在，本来嘛，我们这次打算，来接德福书院。我们也是接到了医院医生，就是询问完之后，在德福这两天也没有什么便血的情况，标准都已经达到了，就是吃喝也正常，然后我们能接回去的，这可好了，出去一个。有钱没有？这我这吧，你怎么弄呀？这个药我还不知道后续到底是什么个情况。先把喜乐接回去，我还等不接回去吧。嗯。先搁这住着，一天都是住院费的嘛。其他的情况，还得再等一等。他这个腿的情况还没有完全的好利索，现在吧每天还是在换药，来回的换药，促进他这个腿部的这个肉生长，赶紧能长好。要尾巴，还要尾巴嘞。慢点来吧，别扯淡。给清理完伤口之后就好多了。知道，看着是像是摇下摇的吧？不应该运转的。然后还有脖子这一块儿，脖子整个可能都烂透了。
这个话带有抑菌的效果。啊，就对对对，给他不是给他喝，给他敷在伤口上，先用抑菌这个，然后用这个给他敷在上面，这可以促进伤口这个长合，然后营养他这个皮肤，还能润滑。麦卢卡，麦卢卡，麦卢卡。他这脖子那边就很深是吧？对，脖子这里怎么说呢，烂的很深，里面有很多空腔，都空了。对，耳朵这里，耳朵也有是吧？嗯，看样子像是小打打的吧。极乐那个情况，他腿是咋样？现在是？现在好多了，感染不感染了，但是慢慢需要慢慢长。痒就是危险的是，药我看天天还是给他换。对，还得恢复看。行，那大体还得多长时间才在这点？啊，那个估计得一段时间，差不多两周吧。嗯，贾德福不愿意进去了。你进里边待会儿。哎。